刚才吹的这首曲子呢，叫《春天来了》。这首口琴独奏曲呢，是由已故的著名口琴演奏家石荣旺先生呢，根据福建民歌《采茶灯》改编的。这首曲子，石先生采用了比较多的传统的口琴独奏技巧，有手正音、琶音、颤音、空气奏法、小提琴奏法、磕音等等，希望您能喜欢。谢谢收看。